一般来讲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些沙子像一道的东西，但是这个沙子轻轻一拨，它是可以被拨开的。那一般啊，这是所有蚂蚁所造成的，那我们拉近一点看一下。我们拉近一点看到说这边很多蚂蚁，而且这个东西嘴巴都是可以吹得动的，像这种细细的都是蚂蚁所造成的，嘴巴都可以吹得动，还没有看到很多蚂蚁在这边活动，所以一般来看到这一条它并不是白蚁的蚁道，而是蚂蚁所造成的，这都是蚂蚁所造成的。